家好，我叫哈金阿克马哈金。今天我想要请大家一起参加马六甲的提阿拉高尔夫举办家庭日庆祝活动。我们将于2021年1月21日上午1点至上午11点，在提阿拉高尔夫球场举办家庭日庆祝活动。每人只需支付使令级即可进入。除此之外，我们也准备了各种有趣的家庭活动，例如吹气球、铁人三项等等，解释将有丰富的礼物等着您。别担心，我们也准备了各种妹妹的食物和饮料给大家享用。当你经过狮位的时候，你将看到提阿拉禅顶，而提阿拉球场就在禅顶后方。由于球场距离看营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将会准备交通给大家。最后，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请通过提供的平台与我联系，谢谢。